老公啊，你是要辞职了吗？是。太好了，以后咱们家洗衣服、做饭、拖地、烫衣服的活都交给你，以后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就负责照顾好我。从今天以后，你就是咱们家的全职老公。老总，哎，你怎么才来？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。